2020年11月13日，弥勒天宫，济公活佛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留钱财，当为儿孙造福德，五戒律法当信守，方得福报绵绵长。济公活佛，当谨记诚信道德为规范，远离女色淫邪事，官运亨通步步高。假使为人不道德，勾结猪朋与狗友，倘若一朝大事去，被人唾弃臭名扬。钱财名利莫要追，真心正念才是好，假心假意害自己，下世轮回三恶道。我看你们都不懂，可怜可怜真可怜。弟子马来西亚，2020年11月13日。